少废话。这么多年了，你的脾气还是没有改，真是让人讨厌呢。不要再杀人了，沈凌已经死了。啊，是你杀了沈凌的，交出龙灵石，不然我要让你们高家断子绝孙。你再这般纠缠，休怪我无情。杀了他。跟上。秦梦。秦梦，秦梦。站。秦梦，秦梦，你别说话，我现在带你出去。高玄一，我知道龙灵石还在墓中，这东西本不是我们该得的。秦梦，我现在带你出去，好吗？我先带你出去。都城，退路被挡了，怎么办？你相信我，我现在就带你出去，走。高成，我来这里就知道他可能。不，秦梦，你不会死，你听我的话，带你出去，马上带你出去。高成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办？退路被挡了。秦梦，别睡着，马上带你出去，好吗？别睡着。高成，只有我们找到别的出口，才能带秦梦出去。我不去。高成，你他妈清醒点儿！只有我们活着，才能带秦梦出去。你知道吗？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儿。谁他妈也别想出去！刚才啊，我们来的路上，我看到这附近的房屋有几棵很大的松树。据前辈们说，有茂密的松树不是寺庙，便是你。王元芳，你想钱想疯了？伤害灵儿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人知情？
呀！发丘派和墨镜派虽不属同门，却是同宗，何必自相残杀？少废话！